我太难了。喊出龙上。日前乐天女孩李多惠结束在台湾的活动，在机场柜台报到准备回韩国时，宠粉的多惠顾着让大家拍照，竟忘记跟地勤拿护照，直到被地勤提醒才发现。感受到粉丝的热情，也让多惠喊不要回去，喜欢台湾。先讲清楚，好。可以再送去吗？没有没有。现在先在单手看看，好。好，冰冰先吧。台湾比较冷还是韩国比较冷？韩国比较冷。韩国比较冷。韩国比较